Habla de tener ningún mesón. Tapo, mamá, me lo. Ay, yo se da con un mesón. Talo yo me gusta. Tengo un chunal. Y tenía a fin. Se dio yo con ti. Tachi mi nombre, patro. Otro delicio. Maro talmo, yo sé. Pamudu, no, Pamudu de Toyes. Hay un tiempo, yo sé, y te habló ya. Trachino, trati te habló ya, la trabuchima. Oye, imta, eso. Todo usa se da cama de su gema. Tiene sacar por los shoes. Tiene un sacar por los. Tacran, de nation, de nene en talogy. Tacazo, dan manzo, y se ha. De nene, añam cuchini. Tanda 내신자래. 인성 이 지금 미나라에 박이 돼 농땜백이 농땜백이 되잖니 아 자산다고 지금 농땜만 하시 중세 시골이야 이제 아 지금 미나라에 농땜만 하시 그 중 전에 두고대 에 두고나는 시골에서 지동 약 24지로라 공 도마를 빼서 갑스 아 두고 나가대 근데 제소 아 로만난 게 아 그런 게 이제 기스네 아 두고한지 양도 지는데 되게 자기를 무치 신디나 고즈 대해서 고제 조바장 주르 대님의 답으로 무치 고즈 쓰고 쇠나서 답고 주변나서 사지 내 때와 산우 때마오 버센다 메디인스 아 다들 자기를 무치 대니 봐 님의 답으로 무치 아 고 신 태베치소 공부 중대 아 쓰동이네다 디나라 아, 슈요레스 단다 tanda, tanda ne nyamsu chen da de, nime tabudu mu chi, tashin nam jengi, hui kendrin kem, tukin shirub choki, nyamsu nan da tanda de, nzam nyan rabi, situng, shen yore la.后，终于拜见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上师。在得受上师赐予的方便道口诀之后，他一觉修持，九天之后就升起极大的暖乐。之后的九个月，杜松钦巴身着单衣，手不离尘，安住在大禅定之中，升起了三摩地的无量功德。冈波巴慈爱地称他为白头康巴，并说道：“儿啊，你已经斩断了一切与轮回的关联。”Thank you.
乡三十年后，五十岁的独雄青巴按照上师甘波巴的嘱咐，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康巴地区。这三十年间，他已经从一个康巴的少年变成了一位佛法的大成就者，历经了上师圆寂等人生巨变，他闭关修行之地更是遍布整个雪域藏区。我们追寻着杜松辛巴的足迹，从达拉冈部重返康区，来到今天甘孜州理塘县境内的葛聂神山。这里就是杜松青巴闭关与弘法二十五载的修行圣地圣乐金刚的坛城冈布乃郎。这里离最近的乡村也有三个小时的马程，人迹罕至，风景美不胜收，遍地都是珍奇异草，万物自然而愉悦。而格萨尔王与莲花生大师的遗迹，以及历代噶玛巴留下的圣迹，更令我们惊叹不已。这尊白塔便是神山的入口了，我们一路闻着松柏树自然的清香向寺庙走去。经过了欢腾的瀑布流水和金刚汉姆的岩洞，我们来到二十一度母的神山脚下。据说山上原有八百个闭关修行的山洞，洞内有很多成就之人，连入侵的蒙古兵来到这里都不敢向前半步。杜母神山的脚下有从闭关山洞汇流而下的泉水，人在这里洗浴，疾病全无。山路上有一块像是天外来客的石头，上面有一个红色的阿字，每当有大宝法王转世出生的时代，它就会显现出来。左边的山坡则有一大片灰色的山石，传说这是密勒日巴苦修穿的布衣。再往前走就看到了杜松钦巴当年插入土内的拐杖，现在已经长成了大树。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那古朴庄严看一眼都会解脱的祖师冈布乃郎出现在眼前。公元1164年，54岁的杜松青巴在此建立了他第一座寺院冈布乃郎，这是大宝法王噶玛巴身与意之所依法座的第一个身之不坏金刚座。踏入寺门，吉祥雨便瓢泼而至。喇嘛们聚集在大殿前，正要开始辩经了。这里，快进去！这里。哦，我是秦军，你弟弟在哪里？我是诺尼。嗯，你诺尼就都，哎呀，别给他这。你怎么都想象不到，
在这渺无人烟的深山之中，居然聚集的两三百位佛子修学佛法。看着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喇嘛，内心真的感动，佛法的明天一定如他们的笑容一样灿烂。在激烈而欢快的辩经声中，我们继续参观寺院。当年杜松清巴在这素圣坛城中继续大手印的禅修，升起圣观无数，亲见大幻母无本尊、不动明王和无我母之双身、圣德双身喜金刚等等本尊，更在睡梦瑜伽中达到了大手印无修的境界。在此他还收受了星子卓公惹谦，在后来杜松清巴留给他的信函中，法王宣告他将会再次归来。